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 Digimon Links》。咁样咧，今次咧我哋又嚟抽嘢啦。咁样抽啲咩咧？咁啊，呢一啲咧就其实咧系打一啲活动嘅嘢啦。咁啊，呢一个系一啲欠片嘅嘢咁样啦。咁啊，而我最想抽嘅咧就系呢一个啦，又系呢一个嘅究极体啊。咁啊，又系好抵啦，初回。10年半額，咁啊呢一个嘅堕天地狱兽 X 抗体登场啦，咁啊十年抽里边咧就咧会有一只嘅究极体加一或者以上咁样，咁啊同埋嗰啲物理魔法攻击力嘅嗰啲嘢咧就会系一定有一只咁样啦，咁啊事不宜迟，抽啦！哇！一嚟就整只哥马兽俾我。呢只系 X 抗体，即系阿边个啊？奥尔法兽嘅成熟期啊！呢个系。死啦！唔记得咗呢个系咩狮子兽添？呢只呢个系05嘅。小恶魔兽，我们的战争游戏嗰只，哇！佢周围望啊，系咁。虫虫兽，齿轮兽，又系05嘅精灵，黑钢铁加鲁鲁 ，OK。咁啊，呢个有个盾啦，咁啊系防御嘅4级盾，呢个系 OK。呢个有盾有继承技啊！呢个唔好睇少呢朵花。咁啊，特殊嘅攻击啦、啊。呢个系1级盾，仲有嘅系继承嘅女属性，敌人全体物理大嘅伤害。OK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咧我哋咧呢一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多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， 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个 channel， 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